哦，昨天中枪戏炸伤我的脸，我就觉得我真的要死了。昨天中枪戏炸伤我的脸，被烫伤。对，这边炸到了。哇，这边现在看起来很像一个小痘痘。这边有红点，都是那天炸到。但是不是因为师傅不专业，是因为那天风太大，炸开之后那个火星往脸上喷，倒下去之后我也没有演，我就觉得我真的要死了。还好，对对对，卓姐马上拿药来给我擦，因为她是好像直接在上面烧，有一块白白的火星还在烧啊。所以这一场戏曾子毅不是靠演技，对，我是靠真实人生。你这个角色这样面对三个女人，你有没有什么感觉？我觉得很谢谢佩华姐。没有，其实这三位演员的个性都不一样，所以比较辛苦的地方是要重新跟他们搭配过，然后找到默契，所以要做的准备功课比较重要。那你觉得跟谁对戏比较辛苦？别这样问我啊！我帮大家问啊。但是跟他们合作都很敬业啦。如果选择一个，你会想要跟谁？我靠！你选一个。对，是在幻想哎，他认真思考哎，真的是三个女生的典型个性，你会选择哪一个？我现在跟彤彤合作起来默契非常好，因为有一段时间了，那其他人还在适应。哦，好官腔哦。后面演起来，到时候会怎么发展，其实我也不太知道，我自己也很期待啊。那曾子怡人有安排那个吗？要生小孩，因为连续几档，有荒废了做人的工作啊。他有在做心理建设。我有四个侄子，哦，好可怕。我以为你要说好可爱耶。哦，天哪，就是比较大声了。我很怕吵。今年开始在备孕了，今年才决定的，所以现在就不太避孕，就整个有点害羞。好棒。老婆就说，就是。你干嘛害羞？因为他会说弄里面，什么意思啊？你有跟卖泳圈？哎呀！但他刚才讲那个小朋友怎么样？我老婆也是，她有一次月经比较晚来，她很兴奋，可是后来突然月经来，她就很难过，她在哭。所以跟她比较起来比较小的，我所以我相信她应该是更难过。因为我已经备孕大概有4年了吧，一直都是没有成功。会啊会啊，我们都很顺利的，好不好？会，他会很顺利。